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，我们现在在桃园国际机场的第二航厦的登机室，然后等待等一下的飞机要去大阪。是巴士跟坐船的，但是因为我们要去坐南海电铁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那边。快帮我行李！哇，这个太重。跟日本当地的就是台湾的合法民宿业者租了一个小小的套房，然后呢，现在呢要去民宿附近的道敦崛。坐上。
酒，然后它上面的白色的泡泡其实就是奶，下面其实是汽水。它奶油其实有一点咸，又带一点甜。那大家过后可以买一杯来喝喝看，还蛮有趣的哦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